今天有一个让孩子们非常兴奋的事，就是大宝和奶爸要回家了。你把现在先停一下。哇，好，艾莉来给看一下，先折起来，艾莉的。哦，欢迎你们回来，二宝做的。Yeah, that's. 等一下，奶爸要我奔赴，向他奔赴过去啊。来，哎，你们让开，让开！哎呦，结公结，你们到那里去抱。哎呀，对，你们到那里去抱来。哎，奶爸要我奔向他奔赴，来了啊！哎，那等，你停，你到那里去，停呀，你到那里去。笑死了，以为跟你不行，不然你让开。哎呦哎，没有我奔的那个，我等到大概。有种能有这条笨哦，搿只搿还没跑过。哎，你有点能捏米啊哈！来了啊！让哎，不然你让一下呀！哎呦！Welcome back. 哎，怎么回事啊？ I don't know. What's wrong? I'm not sure. Okay, take time. 小姑娘啊，这个是艾迪帮你设计的。哎，这个是大宝。哦。哦，他帮你设计的。哎呦，灵啊，你晓得能会得回事。都是艾迪设计的。嗯。做啊，定做啊。Later. Do you like his Minecraft? Yeah, you guys can play with it. The bow is. 不可以呀。不可以让伊补，伊要上去补，去白相，听啊，去白相，不可以，妈咪讲不可以，啊，不可以，喏，又做了呢，又去生活了呢，不可以补呀，哎，不可以补，没电力啊 ，no。演技到位了呀，妈妈怎么没被骗？可以呀。哦 ，Brother Love， 不是不要，你要你的。Brother Love， 妈咪来了，妈咪来了。嗯，哦，要艾莉，他要叫艾莉带一起舞，没位的差人啊。你去带他去，还要叫你带他去爬。二宝宝呢也很兴奋地给艾莉看他学的新舞蹈。现在呢，四个宝宝全都到齐了。一切幸福的刚刚好，快乐的刚刚好。Look at me, one, two, three. 好了。说说，大宝刚才不是不哭了吗？我在想他为什么哭吗？后来好像应该是很久没有这种家的温暖了，因为他后来就很开心了呀，然后估计就是弟弟妹妹啊一下子一拥而上嘛，让他感觉就是回忆起那种想家的感觉，知道吧？小孩子嘛又不知道怎么样表达，对吧？就是很想哭的，知道吧？
那我刚开始还以为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不顺心嘛，后来问奶爸，他说很开心的呀，从来就没有提过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嘛，估计就是小孩子嘛，不知道怎么样，那不了解内心的感受，知道吧，就这种一下子哎呦家的温暖又来了，这种哎呦情感就上来了嘛，他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Okay, guys, time to do your homework. We haven't even started playing. 二宝喜德刚大宝哭，可能是因为他害怕做作业，他想到回来就要做作业了。啊，快点玩，快点玩，抓紧玩啊！今天晚上吃什么啊，大宝 ？What do you want to eat? I have no idea. I don't know what. Eat something that you haven't eat. Burgers. Make your burger. 好吧，汉堡吃不啦？汉堡。Well, I have two choices. 汉堡，我现在去解冻，好吧 ？No, I have two choices. 哦 ，pizza and burger. 侬只能指挥上呢。哦，好。我是幸福的混血四宝妈，谢谢大家点赞和关注，我们下次再见。